来，再来看呢，王海宏吼，王海宏要请教老师的代志是有关呢，伊巴拉的这吼，嘛是赶快伊的肌骨呢有脱皮、瘪开，而且呢皮算讲钙高，安尼敢是正常？包括呢，这砂糖橘吼，另外一个问题是砂糖橘要安怎补血补骨，包括伊的这肥料管理，啊，搁有黄哥，啊，要喷什么款的这物件呢，才能够包裹使用这时间？哎，这个芭乐吼，咱通常呐，总讲会安尼消肥消肥哈。那么这个部分大概是较无讲真啊，真要紧啦吼，就是讲。这个你稍注意一下就好啊，吼，这个大概不会啊、有一个这种，因为伊迄、那个伊咧大吼，有当时啊大料较雄啊，吼，所以呢啊，你会感觉讲啊，会有小看好一个这个晓配吼，所以这个一般是无啥要紧啦，吼，就是讲咱多数咱看到的时阵呢啊、但是就是讲伊配吼，你啊。你啊，这个烫皮碰皮，这种这是无啥要紧吼，但是啊，未使避开吼，未使避得抓的这种，这有当时啊，有一寡这个啊，会有这些问题啦吼，就是讲咱啊，有当时啊，伫这个伊那是有避得碰啊，是啥物吼，这有可能真侪、這個、啊，是不是有去另外一种的这个啊，这种镜头吼，这种呢可能就是他们这种支骨病之类呢啊，多少有些关系。所以你这小花避吼，这皮呢啊，小花避开这是无啥要紧吼，但是呢，那如果那是一片吼，这太大片了吼，这种呢，这一定爱小来改这注意者啦吼。那么一般来讲呢。这个伊个这个鼻开吼，这有当时啊是含这种伊掌顶吼，掌顶的这个藻类吼去寄生，你知啊？好，就讲伊那正常伊个小花有一点点啊啊，这种脱晓皮，这无啥要紧哦，这种呢这无啥要紧哦啊，但是呢啊，那是湿气较重，还是讲啊伊这个晓个皮吼？真大片这种吼，这大片，这种爱细致吼，这种呢啊，这通常是含有关啦吼，就是讲啊，咱伫这个枝条管顶吼，你个伤过头啊，太湿了吼，伤过头湿吼，那么伤过头湿的这个情形之下，伊就有一寡这个藻斑病吼，就是讲有一个这种叫做藻菌共生啦吼，这青底啦，简单伊简单讲的是安尼，爱去卡伫迄个管顶，那去卡伫迄个管顶，伊迄个皮就会破坏掉，所以你都看起来伊安一大啊青青绿绿的有无吼？啊，有诶有当时啊有迄种啊，这个有呢算。一种菌丝哦，啊，这通常就是讲，那湿气较重的时阵啊，伊就这就足严重的，然后伊就是咱从爱生菇啦吼，就讲、是、这卡青地，那么卡青地的这经营之下呢，啊，伊会去甲迄个皮营养的食掉，伊就会这个迄、那个皮就会迄部分的营养就供不上了，伊就消开去安尼。哦，这原因是安尼来吼，所以这一定爱啊，这爱设计，这转移出来，这同齐就好啊吼。这一般来讲是无虾米款的一个这个问题啦吼、哦。那么通常就是表示讲，你这个所在应该是湿度相当的一个这个管吼、哦、啊，所以适当的修正啊，让伊呢啊，这个根有法多照入去吼。这种呢，这通常都无真大的一个要紧吼、哦。那么哪种公司你也可以有可能是去改协定当啊，是安怎吼、哦？这都较无效吼。那么我是建议讲，咱伫巴拉咧栽培时阵，你嘛是同款吼，迄、那个长头的所在呢啊，尽量加清个清气安尼吼。啊，这个稍注意一下，啊，这个、可能就是注意讲啊，卖可以卡青底吼，啊那卡青底呢，有个人会用这个酒素吼，差不多当一种酒素，加喷喷的，我那会晒哦。那么你怎样这种问题，你也当这个人参一加吼，高磷加这种物件咧，用爱细致。讲有当时爱磷用伤济呢，高磷钾用伤济，伊嘛有这种的这镜头啊，所以你这应该是含药较有关系吼、哦，所以这啊这种早斑病之类的这问题，所以你喷一出啦，这当剂吼啊，一般来讲当剂差不多伫六七百倍之下只吼，六百倍到八百倍吼、哦，啊你甲喷喷的啊伊啊一般来讲就较无这部分的这困扰吼、哦，这提供予咱注意，各朋友吼，小、哦、做这了解。
那么这种哈，过来就是这个刷来去哈，这砂糖橘哈，砂糖橘一般就是讲啊，咱这个花茎哈，感觉类拢是同款啦哈。这啊，这种的这做法哈，一般通常就是啊，你会当伫特别开花这只家哈，你甲小甲喷瓜哈，喷瓜啊，这种这个瓜这种类似像玉米树之类的这些物件吼，因为这种砂糖橘吼啊，会当让伊较花较侪嘞，无啥要紧吼，这花较侪，但是伊个花较侪嘞，无啥要紧，有个人就甲不啊笑笑讲花较侪无要紧，安尼足够辣个啊，伊个花开伤侪足够辣个，对不？所以咱一般来讲就是讲啊，以这个吼的啊卖。哎，你要该处理好伊即个好势吼，即种呢，那么即通常是即款呢，即经营的，安怎处理好势吼，即啊，即伫家呢，当互咱好朋友吼，小做者即了解，就是讲，一般吼，咱伫即种柑橘类咧用的时阵吼，你一定爱注意，就是讲，拄只来讲，阿未开花的时阵吼，你可以用一寡即油米素，伊花会较济。啊，即摆花开起来，开起来了爱调啊，你未调，你就啊，这个问题就真大，对不？吼，所以通常你也当用一寡这个啊，这种天然细胞分类素这种的这物件，这海藻去萃取的吼，你若唔知影这问宝妹哈啊，这真侪好朋友用过，都相当有把握。那么一般来讲吼，咱真侪就是讲啊，这个物件你该喷吼，这大概这个1800到1500倍该喷两盖啊呢。这通常就会当啊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这个效果哈。那么伫台湾，咱咧种这个啊，因为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很专业，想着讲啊，要环科要创啥吼？这其实啊，你伫这个管理上吼，这柑橘类吼，尤其这种砂糖橘嘛是同款啦吼。那么尽量就是讲。会当予伊伫即个寒人即个时阵吼，会当低温熬一个干燥，啊，然后伊就会即个开花吼。实际上啊，你尽量也是会使吼，啊，卖像大陆迄种种法，大陆就是讲啊，因予伊足济即个啊，足济即种给它很高的一个即个氮肥吼，即予伊啊，即长呢，即一直甲吹，一直甲吹安尼吼，啊，吹甲予伊相当的一个即个行。啊，然后他搁去啊，去改空投吼，即、哦这个啊，即、这个一般来讲是即个无必要吼、哦，就是讲啊，真侪人讲爱空投，较袂即个落果吼，实际上是唔免啦吼，因为伊个落果有几种的即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就是讲，即、这个拄着乌阴天吼，即、哦这个连续开花的时间又过的时阵吼、哦，啊乌阴天吼、哦，伊花粉的即个活力就下降吼、哦，就会授粉不良。所以你若拄到这种开花期，温度上过头低啊，这个湿湿吼，然后啊，这个部分这问题就就容易吼、哦，这花就落较贵的，这所有的柑橘类拢同款，你去甲空投够效无效吼？所以天气这是一个最重要这所在。所以你若拄到一种天气，为什么咱要去啊去甲转这种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的这个原因，就是讲希望伫迄个时阵，伊会当去改这个调果吼、哦，大概呢当去予伊啊增加伊的这个着果率哈、哦、啊，所以这重要这所在。啊，另外一个就是讲这砂糖橘足够生，这和木果同款，拢会生较细吼、哦，这。啊，产量相当的一个这管，所以啊，对于这种真济吼，当时啊，啊，伫咧树长咧生育的一个这个过程内底呢，那么过多去甲伊啊，这种特别去强调啊，你这爱人家爱安怎吼、哦，这其实啊，伊那是雕过了吼，适当的一个营养的一个这补充，那么会当予伊伫树体甲养好势吼、哦，这啊树体呐养有起来吼、哦，这一般来讲呢啊，伊通常的这个效果的给足好的吼、哦，这。啊，灌一寡这溶磷菌吼，伊、哦、个茎络的生长较正常。那么过来就是讲啊，适当的氮肥供给吼，袂使讲直接啊，水果就是重磷钾吼，磷钾足重要无唔对，但是氮素对水果来讲嘛，相当的重要，尤其对这种高产量的这水果，所以。啊，真侪拢会一定呢，即、这个结43、43、43，其实不太啊，你伫即、这个。砂糖橘来讲，五号啊不会比43号差吼，你讲伊氮素迄个比例吼，你要较管一数啦。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比较好一些些吼、哦。那么这当我咱好朋友呢啊，小做姐姐了解到，过来就是讲
伊咧成熟的一个这个期间，那是该采收，你得爱采收哦，袂使拖伤久，感觉内容有这种的一个原因哈、哦。啊，这袂使改哪办，袂使办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咧用吼，足侪人会叫你抓这种薄基素啦，抓什么款吼、哦，这卖乌白抓吼、哦，这真侪呢。啊，你啊抓到乱七八糟吼、哦，所以呢，啊，伊这通常的无通讲改好势哈、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种这个柑橘类的时阵，有一个足重要。这个重点哦，比如讲咱寒人吼，尤其像砂糖橘，寒人这时阵你拍肥底哦，这氮素卖伤过头悬吼，因为呢春红伊会足够生，春红啦伤过头多哦，伊个红饼真多吼，伊个啊伤过头去，当然咱上重啊，一年内底上重啊是这个春红吼，但是呢，伊正常的这个春红是。啊，伊雕过迄个时阵啊，是讲啊，拄开始吼、哦，春红有适当的起来，我来开花吼、哦，啊，这营养拄啊好，安尼就较袂啊，伤过头过头去吼、哦，所以这个啊，卖一开始淡素伤过头济，那么淡素伤过头济，伊有真侪人，因为这种物件伊啊拄着歹天吼，伊这会单，伊会爱单维结果，哎、啊，单维结果做侪人会叫你转播激素，转播激素吼、哦，较袂落过。即只嘛吼，你那是迄个量用了伤过头济，那么伊就较容易呢啊，较容易抽红，啊红就变较长长吼，所以啊，这种呢尽量就卖用安尼来操作，你当用即个玉米素还是啊要转雕果吼，即尽量会当用这种啊侵害绿藻这种的即操作的即方式吼、哦。那么一般来讲，咱伫即个柑橘类内底吼，大概就是即、这个。啊，生理落果拢是正常的，所以咱有讲叫做大分水、小分水哈、哦。那么正常的这個生理落果就是讲，这时间到，阿姨就是啊，该落花，一边讲为开、为花开、甲花谢这个中间哈、哦。啊，这连迄个果柄拢做会落了，这种是这大分水。那过来后边这小分水就是开谢花了哈、哦，差不多啊，这个一个月哈、哦，这个所在呢啊，伊迄个果柄掉咧，但是迄粒果呢落掉，伊这通常就是讲伊个结无起来。那么咱那对着这个这个在管理的时阵最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你一定爱去伊较袂掉过吼，啊，为什么较袂掉过？开花甲谢花这段期间，拄则咱讲着低温哦，拄着这个乌阴吼，这伤过头淡湿花粉的这活力较不好，授粉不良，这个时阵咱得爱我这个用玉米素，其实就是希望讲伊花会当开，那么过来伫开花一段时间，咱会抓这刺蚜药啊，甚至呢你甲加咧抓这个侵害绿藻。你甲抓起，啊，然后伊就较无容易这个这个不正常的这个生理落果吼、哦。那么到这抓两遍到三遍吼、哦，这通常对当保持一个较好啊、哦，一个这个效果吼。哦那、嗯、么这通常是有这两种的这个情形伫咧啦吼。那么这个伫生理落果通常头一边大分水这个所在呢，通常伊是发育不良的这花吼，所以伊落落落来挂果柄，反正这那是无讲真好势，所以那营养欠缺哦，比如讲欠平哦，所以营养的管理吼、哦，这嘛足重要的吼、哦、所以大概是这款的这个情形伫咧。那么过来就是讲，伫咱那是长伤过。头弱，伊当然咧啊，这个小分水的时阵吼，伊嘛会落啦吼，这种尤其是新红的这所在，营养较无够，伊会较容易落吼，啊，这嘛爱小注意一下，所以这通常伫这两届这中间啊，小补一寡这物件，当然这个管理嘛真要紧吼。那么就是讲拄到这个补钙补硼吼，所以大概就是这个重点吼、哦，所以呢，最后你小做一下这了解到，就是讲要保花保果，话讲这个环科。是咱较无建议你去用啦吼，因为柑橘类呢伫咱台湾的生长，讲生长甲需要去环科较会即、這个较会调这种呢不太容易吼、哦，所以唔免去考虑这部分吼。即、哦這个伫台湾呢，即个砂糖橘呢，那么一般来讲，咱的即个产量吼、哦，其实还算少啦吼、哦，就是讲即个物件呢。简单讲就是讲，咱调的这个量吼，这要无讲，因为生长吼，这咱有低温嘛吼，你知影这个砂糖橘上出名是伫什么所在？伫广东四会吼，四会这个所在吼，广东省吼，广东的这个。那么这样物件呢，你也知讲伊。
这种砂糖橘的迄个所在，这生长哈。那么这款呢，这温度因有一个啊，因上大的一个就是讲因。寒人这个时阵啊，吼，因这温度的变化吼，因为遐较内陆啊嘛，吼，所以呢，啊，这个来个看起来吼，啊，因这个温度呢，其实呢，还会有一点点这种啊，这个比较上吼，比较上呢，有当时啊，有一种倒春寒呐、啊，是啥物款哦，所以，因伫这种咧栽培，好像比我们还要困难。其实伫台湾，咱应该啊，会当做了真好势吼，比如讲啊，正常吼，正常。这个所在呢，也年均温吼、哦，大概是会差不多的啊，这个21、22度，应该是差不多迄个所在吼的，讲、哦、迄、那个位置啦吼、哦，那个位置上呢，大概是啊，所以迄伊比较较适合着伊的这个啊，比较适合它吼、哦，较适合伊的这生长啊。伫咱台湾当然是无啥物款的这问题吼，你、哦、要在了种伫咱啊，伫咱台湾呢，大概就可以去种植吼，比如讲像啊，这种，所以迄温度差别无讲真大，但是因会较因啊会稍微低温会稍微强一点，所以因的球啊较弱吼、哦，会很弱，但是伊热人的时阵啊，因得个。生长很亮，个足强的，所以因通常啊，因为寒人较冷吼，所以开始温度若回升的时阵，因肥也唔足重的，所以你若是照大量迄种种法吼，啊，你就有。主要是讲，甲咱好比强调着，是讲伫中大陆，因为啊，广东四会这个所在，虽然你感觉伊那从伫较南边吼，其实不会吼，伊迄个位置呢，因为因较内陆，所以。寒人的时阵吼，也即个低温的时间啊，相当的即个长，然后迄个温度会搁较低，所以伊的即个生长量无啥够吼，所以因啊，伫某一个时间，伊会予伊大量的即个培训，啊，甲经加，并讲伊伫啊，伫即个中国起的时阵吼，迄种肥料的量吼，啊，伊买落真济啦，啊，因为采收刷伊也搁落一遍肥，然后拄着低温伊就停起来，然后到即个第二冬啊开始搁要开花的时阵，然后它就会啊，伊就较容易呢啊，即、這个吐红吐真济，啊，所以因底下吼，因为啊温度上过头低，生简单讲就是温度较低，生长量较少啊，所以呢，因会去予伊。对这个球体的这应用呢，啊，比较容易过度生长，所以伊个结果的一个啊，这个、经营其实没有很好。台湾咧种这个甘蔗类，只要咱那是啊，卖过量的这施肥，一般来讲呢，效果都还不错哈、哦。所以呢，啊，这个唔免跳哈。所以简单来讲哦，简单来讲呢，伫咱的这个管理内底，那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哈、哦，特别要去注意的呢，就是讲啊，你伫这个那拄着较歹天啦哈，有当时。啊，这种这个较乌阴天啊是安怎吼？这通常啊，咱可能就是伫管理上，你特别需要呢啊，迄阵较需要去改喷一挂这个帮助伊调过的这个物件吼。那么这个伫大陆，因为因开会时间会拄着倒春寒吼，因为通常砂糖橘伊正常咧春红咧翻咧，通常是开春了二月这个下旬嘛吼，到三月这个上旬，伊比咱较慢，所以你即马那是要呢。伊个一个即个拄着低温，吼，拄着低温，啊，拄着低温，伊个花足够烂个，所以因需要去啥物去保花保果，吼、哦。那么，但是对咱伫台湾咧种个时阵呢，啊，咱较惊一点倒是即个高温，吼、哦，就讲、是、迄温度伤过头悬，然后迄个花粉，吼、哦，啊，是讲伊生长个时阵，啊，无讲解拄好，吼、哦，所以呢，啊，就较容易，吼、哦，产生即个问题安尼，吼、哦，所以啊，即、这个侧重个即个重点是无啥共款啦，吼、哦，所以。那么啊，这当我咱好朋友吼，小做者即个了解着哈、哦。那么这种诶，即个为什么叫做砂糖橘？砂糖橘哦，这砂糖橘就是啊，它其实蛮甜的啊，细细粒啊，无介大粒哈、哦。啊，这你若是伫了呢，这种物件吼，这也不啊。伫大陆人咧食水果的时阵吼，这种是我喜欢去买的，我较爱去买一个水果，因为伊较无容易踩到地雷。大陆的一个即个药呢，真容易踩到地雷。好，安怎讲叫踩到地雷？因为伊真济拢看起来足水，但是桃啊、贝达就袂食一啊，这实在是袂食一，拢爱搁问蜜吼，
吃到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的这个幸福。那么所以这基本上是这款的这个情形啦齁。那么因为它的一个这个生长齁，它比较早齁，会比较早，可以早一点点采收齁。啊，所以有另外一个名齁，这这个叫做有的叫做十月菊齁，但是它很甜齁，所以呢叫做这个砂糖菊。啊，因为它出来这个时间齁，在所有的柑橘类里面算比较早一点，稍微早一点点，所以呢正常来讲，正常来讲它二月二月到三月这中间开始这个春红开花开吐红有一个花苞在这个正常的这个时间，在台湾也差不多这个时间会早一点点啦，四月时候会大花然后开始生理落果，五六月那这个也有二次生理落果这差不多到七月热人那时候，热人那时候它下梢会生长，在台湾你要控制就是说你这时候呢不可以让它生长了太过头去，因为这种如果生了太过头暗，第二年产量就不起来，我们台湾是这个部分的这个问题在大陆，因为它生长都少，所以它下梢它一直跟它说这时候也是果实长得大，所以它会去做很多这个肥，结果肥都过量所以每年呢就要再空头再创新所以这个部分来说呢我们在栽培的时候你了解到这个要点这个通常这样就好了那么这个肥料里面一五合呢这是最该适当的一个这个这管理的这方式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修正哈，这修正呢，那么伊袂堪要互你挡阵哈，咱小修者就是卖修过头吧，然后呢自然开心型哈，中小花甲恶鬼哈，这种呢一般来讲是一个上该好的一个这种管理的这模式啦哈。那么这提供给咱好朋友呢，小做一这个参考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这个方式哈。那么这真侪台湾即马足侪人咧种哈，这真侪人咧种哈，砂糖橘哈。那么这个咱为大陆引进的哈，在那中共。在大陆咱叫做引进吼，啊那是大陆甲咱的物件引过，就是叫做这个叫淘汰吼，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嗯，好。